九月初五，赖清德起来做行政院长，讲含乌心动议啊。你做行政院长，赖清德伫咧做市长时叫中央袂使动议，所以吴敦义做行政院长迄阵交代这袂使动议。今嘛换伊去做行政院长，市长无做，同我讲要同意哦，乌心做，伊卡来找我个啦。安尼有恶质无？所以赖清德是挖洞给黄伟哲跳。无啊，所以伊即马议员先讲，啊，议员讲完，我们再跟议员。伊要动议了，换因来催阮啊，催阮。阮迄阵就用水土保持的时阵去甲勘查啊，所以阮要求水利局吼就伊的场，我去现场看就是啊，伊时间加甲乌一个含得过，就是要偷渡啦。哦，伊想讲要对遐较近啦，所以咱的动作唔爱回对啊，你反正爱射外刀。你袂使去破坏，袂使去挖到任何一个跟这地质有相关的物件。其实是足简单的问题，但系当然，因最后出来抗争，就是讲我只唔好你做，唔好你做，你爱去收沙，你即马你做市长，你爱收沙。当其时反平衡通过，当其时即条法落啊，当其时已经时间到即马来啊，即个代志要安怎善后啊？清德啊，讲要准伊啊，你要继续做，伊拜托你签，你唔签啊？你内底单你无签尔。有啦，林益峰也无签啊。林益峰也无签，林益峰就落选啊。重点就你无签尔嘛。那你讲内底就包括有无？啊，你就是所以因今仔时啊，你会提只钞票，就是因为因当作你是赖清德个细汉的嘛，你要阁继续行赖清德个路线嘛，对不对？你讲咧，我甲你讲，不管你安那，赖清德个强势，强势到什么程度？强势到议长爱听伊个。今仔即摆个八千前瞻，也毋是我拄好顶个月，也毋是我拄好做召集人就对啦。有迄个一审通过的案件，届期到啊，毋免大会，叫六组的召集人，十八个签签的议长签的，按即条钱会当动支，拄好恁个议会敢安尼做？